好多人都话大学系一生人其中一个最开心嘅日子，我好幸运呢个日子可以认识到我其中一个一生最好嘅朋友 KJ。第一次我哋相识嘅地方，大家都估到喺边度，就系佢屋企嘅 house party， 都系饮酒嘅地方。之后我哋二十次见面都系喺嗰度，即系佢可以同所有人都做好朋友，好热情嘅。直率啦，真诚嘅性格咧，我觉得我同佢做朋友咧，感觉就好舒服嘅。第一次见到 Pao Li 喺香港嘅，佢俾我第一感觉一个好斯文啦，好活泼开朗嘅女仔。连我妈咪见到 Pao Li， 佢都偷偷地同我讲话：，哇，乜 KJ 嘅女朋友又靓又谦虚又有礼貌。我话系啊 ，KJ 执到宝啊，真系。真的没有想过今天能够与你在这里，在这一刻一起踏入属于我们人生另一个阶段。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人生中，跟你在一起，总让我见识很多新的人事物啦，尝试很多不同的体验，也教会了我用每次用不一样的角度和心态去看待事情。我的人生比较复杂，对。谢谢你这些日子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惊喜，很期待我们的未来，不管好坏，能够一直陪着你是件幸福的事。听完我们两个夫妻讲的全部这些肉麻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喝醉一点，把这些东西全部忘记掉。想起来我们中学的时候一起在天马行空地说着到底我们理想的对象想怎样，直到今天你真的遇到了你的 Mr. Right 凯杰。虽然他常常让我们哭笑不得，常常让我们缺氧他问的问题，可是无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还是我们不舍得欺负要永远爱他的王宝莉。每次咧，我见到 Pao Li 对 KJ 同佢讲嘢啊，同佢嘅眼神咧，都系好充满爱咁嘅，个笑容咧都系好甜美嘅，所以我就知道咧 ，Pao Li 系几咁爱 KJ， 所以我好放心咧，有 KJ 照顾呢个永远长唔大嘅大细路。